啊好啊，我今日哦，就甲你拍到做告白。去呀！你就是林子彤的妈妈。啥话呀？你即摆是针对我的查某囝来哟？讲，你是不是迄对高兰路派来？我是将军的妈妈。哼，今嘛连将军的妈妈嘛派来对付我的子彤，哪能后盖是不是连陆海空三军嘛要派来啊？哈！我今日就让你知影，什么叫做为母则强。哇！哎，不像，我这，哎，啊！哎呦哎呦！哎呦！哎哎！我来个，你就算跟我拍游戏，我也要保护我的子彤啦！你给我放手！你听清楚，我是将军的妈妈，总统的妈妈来哦，妈不好啦！什么将军的妈妈，将。将军的妈妈，将军，你讲的将军是中军，不是迄个将军哦。啊，所以你是国际喜悦当署长是哦？哎呦，哎，歹势歹势啦，歹势啦，这一场误会啦！来啦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啦！哎呀，歹势歹势。实在是哦，最近哦，消人太济啊啦，我唔只会只尔啊敏感，哈、哦，啊你小姐姐，我来倒水啦，哎呦，拜谢拜谢拜谢，啊拜谢啊，这个泡面是有好皮无？来来来，这是我家己调的啦，你家己调的。这旁边明明就是爱福利的 Rose 姨，是当当年素媛小姐伊创立爱福利公司的时阵，伊钓的头一支芳水。嘿哦，百面哦是伊挂名的啦。地素媛迄个砖卡松根本都唔捌芳味，伊哪有可能钓会出来？唔是我咧操蛋哦，这个芳味我鼻一盖我就钓出来啊，而且。我阁有加入一点点仔会当提升气氛的芳味。你讲你鼻子盖就当调出来？哎呀，这有啥物困难呢？虽然讲哦，我无真正学过香氛啦，啊，不过我嘛看过真济关于香氛的册啊。人讲哦，江湖一点诀，讲破都无价值啦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想要学，我会当甲你教。免啦，多谢。我对这香氛哦，无天分啦。哈，安尼听起来，你对这个爱福利敢若真有意见啊？当然嘛有意见啊。迄若毋是我的查某囝，要甲爱福利合作，啥物 Rose 事宜，我绝对哦会去听伊的台啦。伊讲的素媛小姐，甲客服形容的，根本就是两个人。哪会安尼啊？哎呦，歹势歹势。啊，头一次见面，我就跟你斗遐尼济万家甲林家的这个恩怨，啊，有可能是因为哦，我感觉甲你足有缘的啦。啊，也够有啦，我哦好花哦，甲恁母仔细多些呢。啊，若毋是你的后生将军，甲我的查某囝斗相共，阮子彤哦，更毋知影要互人关伫个疗养院关到当时啦。这我听将军讲过啦。哟，那呢？你应该知影，子彤即马甲将军在合作，啊，所以以后就请你好好甲伊看家，好无？阿健，将军无伫咧，那呢？我先来走。哎，这么紧就要走啊？哟，哎，反正因真紧就会转来啊。不要紧啦，我再联络伊就好啊。啊，安尼哦。哎，你拢无啉茶呢？
你是？伊是将军的妈妈啦。哦，当所的你好，我是同知县的林子彤。这个查某囡仔人才袂歹，态度嘛真大方，真稳重，无怪阮将军会介意着。你的面膜做了袂歹，我有听将军讲，你有想要研发其他的产品，我真期待。多谢董事长的鼓励，我一定袂让你失望的。五英姐过来哈、啊！啊，妈，啊那那，哎呦哎，子彤啊，啊你都安尼哟，伊是将军的妈妈，啊你上无，妈要甲人加讲几句啊？啊，人拢要走，是要讲啥啦？刚刚叫伊在门口跟我划起开讲哦。什么咧划起？你袂晓请人入来坐，好好讲一下。啊，恁拄则毋是拢讲过啊？我这，伊是甲我讲，毋是甲你讲啊。哎呦妈，你莫伫遐白下指导棋。啊对啊啦，啊我顶摆毋是甲你讲客户有淡薄仔失眠，你讲你有发报啊是啥？早都穿好啊啦，来呀，伫个遮啦。那安尼哦，咱即摆摕去面店互因。诶，因伫个面店无闲规工啊呢。你叫因回去的时阵，搁爱提这一大袋回去哦，安尼毋是真忝，归去啦。咱两个人哦，来送去因家。好啊，那恁咱即摆随来。好，来你提你提来。耶。较早哦，我一直拢有留着即间厝的首饰，才会当三不五时啊，替客伯去买啥物件过来。对。啊，不过哦，这毋是上界重要的啦，上界重要啊！我拄则还袂讲煞呢。哎，拄则哦，将军因妈妈会雄雄走来，伊一定是一听到你甲因后生大做伙，所以妈，你看我讲几届你才听有。我甲将军哦，只是室友，还佮有合伙人的关系，无其他的。啊，即马无，并无代表以后袂当有啊。啊，不过我即马就是无想要谈恋爱嘛，所以你莫佮讲啊。好啦，唔讲就唔讲嘛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感觉哦，这个将军哦。条件是这尼啊好，搁这尼啊热心，而且恁两个人哦，即马搁大做伙，这根本就是金水楼台的事。妈，你我，我警告你哦，再话你伫咧我面头前凊彩讲讲的准多煞，我不准你去外口哦，别讲哦，暗示也袂用诶，尤其是对中军。啊，我也无讲啥。先来收嘛，袂用诶！好啦，你莫遮尔啊紧张啦，哈！客伯，照你指示，袂完提到手啊！啊，这对你来讲啊，是道德敏感的代志啦。我想你应该有别项代志要甲报告吼。是，我顶摆有讲过。我感觉这个素媛小姐的个性跟较早完全无同，也毋过最近我阁有发现一挂奇怪的行为，我感觉我马上爱向你报告。这个素媛小姐，伊除了甲万条万有相拍冲突以外，伊以前袂爱去厨房，也毋过伊最近真爱煮食，阁煮一挂气味真重的物件，而且伊最近阁去老家家族的塔位头前拜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是丁伟官退路再姓生。伊的名叫做罗文轩，虽然讲秀完休假，伊讲伊伫咧烹饪教室写在即个罗在兴呢。伊毋过嘛无可能，专门去拜一个人死去的囡仔。而且重点，伊看起来敢若真伤心。这几十年来啊，我就感觉秀完啊，有一挂行为真奇怪。我本是抓罪，因为车祸失去记忆，所以啊，个性有小可改变。也不过最近啊，
愈来愈离谱，我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真正是证明我的怀疑啊！我，你莫搁查啦，我会叫人啊，将我 DNA 生破提给你，你就提起甲素媛的 DNA 做比对。是，我第一上紧的时间啊，拢你报告。慢点，我来啊，我先挂电话。万丹诶，安怎？你即摆是去甲要来甲我看布袋安？那种单卡手我恁搞过啊，那要甲你看布袋哦，恐惊无遐简单嘞。既然恁搞过啊，安尼就较灵魂嘞。这标案无摕到手，钱就是啷省起来啊？万丹诶，你最近毋是转袂过啊？哪会够遐尼侪钱？啊，才买土地啊？但我是毋是有钱买土地，是我诶代志。我只是想要甲种单提醒一下。就真讲你的脚手搁较溜了，命好但得交关啦。啊，你四界甲人过完寿，出力哦，还是较细腻一寡。多谢万丹你的关心，狗我是无看到啦，我刚看是大堆好心，围伫个草埕边啊，安尼玲珑色，散播病菌。我听讲万丹的最近一直伫撞钱，甲几个大头家借钱来周转，也毋过甲补无够。你这债务的空间尔大，敢那永远拢补袂起来。你搁甲高利贷借钱，予人放荡来啊！你这尔注意我，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啊？我甲客户讲电话，唔知万条阮听到偌济啊？若是予伊起防备，安尼我就麻烦啦。我是国际喜悦当署长呢，什么人敢指使我？再若无，你是要向什么人报告？我当然嘛向我的股东报告啊！刚刚忘当的，你没向你的股东报告啊？还是讲，你连你的股东拢在骗，你无让因知影你周转不灵的代志啊！我是在讲什么废话？你当然袂当让因知影，那无你就头壳崩咧烧啊！免扛扛遐去啦，你都是我丈人爸派来，要找我的麻烦的对无？除了伊以外，无可能有人会特别针对我。你辛苦派偌济冤仇？敢只有你丈人这条，而且这丈人无介意竞赛，这敢毋真正常？当初我丈人爸讲，未阁甲素媛见面，四十多年后才走来乱，是啥物意思啊？你这个竞赛啊，真正做啊足毋是款的。这丈人讲伊无爱见面，你毋着啊好好考考恁某，化解这个心结。你家己嘛是有查某囝的人呢，你查某囝若是安尼对待你，你敢袂感觉真切心？一地青埔，家己心肝念谈话，讲到做到。就算我口供素媛，嘛只是无彩嘴尔。搁再讲，素媛受伤养病遐尼久，我哪有时间提这代志去甲乱啊？无法度，甲无迄个心吼，迄是两回事啦。你若算讲你丈人看袂出来啊？就算讲过去，我毋知影感恩。上无无亏待素媛，郑清波是安怎强强要来找我的麻烦？真正是莫名其妙的老饭店啊！你哪会认为是你丈人要找你的麻烦啊？还是你心虚啊？而且伊即摆日子过也真无聊，就算讲抓你只狗兄。来电予死，当作趣味，敢也袂